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雪莉莉。今天我来介绍这个阿罗拉 pants。我们来访问我们这个安迪啊，安迪你叫什么名啊？雪莲呢？雪莲安迪啊，青仔婆啊，大家都认识了这边。讲安迪，你穿了这个裤大概有几久啊？25天了，差不多。25天这样了，然后穿的有什么效果啊？人好睡一点咯，人比较好睡。脚没有这样逼咯，脚没有这样逼啦，意思讲还没有穿这件裤的之前，安迪时常说脚会不舒服，是吗？对吗？逼了，就逼了吧，比较逼一点，这次要穿就比较好啦，好睡啦，又比较好睡，然后变逼又好一点啦，变逼就好一点，就比较痛一点咯，不像以前这样啦，比较变逼又有帮助到啦，这样对这件裤其实都帮助的蛮大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值得买了，值得买。好了好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OK， 拜拜，我知道买了，拜拜。